那如果你没有 iBond 的话，或者你的 iBond 都花光了呢？美金收不收可以，有很多地方都会收。那怎么算呢？如果你们一家四个人 ，OK 吗？或者朋友一起来的话，那你们四个人用一块美金上厕所也算一个办法 ，OK 吗？如果根本没有 iBond 的话，那你们四个人用一块美金上厕所也可以的呢。那如果 iBond 美金都没有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到时候你就让继母亲可亲你上厕所就好了。OK， 可以啊，只是不要每天都找我就好了，开玩笑的。OK。